佛法啊，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，离开了日常生活的佛法，要搁再得偌尼济啊，实在是久不可得啊！所以咱必定呢，爱伫生活中来体会。众生啊，是感果为因啊，互相积因为缘。咱每一天安尼伫咧生活，咱伫日常生活中，心起动念，一念好的方向正念，开始呢。启动啊，这都是有好的结果。所以众生感果啊，果的证明就是有因，就亲像咱种菜，用什么种子，就是什么款的菜，种过一过啊，种到得到。道是果啊，种的是种子是因啊，所以这就是咱在日常生活中讲好事啊，哦，结好缘啊，好缘那就是你对人的赞叹啊，伊做的好事，所以。有好因好缘，自然有好的果。所以讲，互相积因为缘，因为大家人真欢喜相处，互相呢佛法分享啊，啊彼此呢合好和谐啊，安尼的庄严呢，那就是一个。好因好缘，当然就是从好果来咯。啊，果就是因啊，那因就是果啊，因缘果报啊，这拢总是循环呐。所以咱一定呢，在日常生活中啊，爱会记得这因缘果报观。过去咱有讲了四体法啦，苦集灭道啊，什么款的苦，就是集了种种的因缘呐。所以世间的苦果，那就是因为安尼集来的。咱要安怎样会当通脱离这个苦？唯有呢，你要了解呀、啊，那要把心中啊，迄、那个烦恼无明弃的，自然你的方向都正确啦。真呢，就是出世的因果。那一旦了解啦，咱就搁再进一步呢。到底安怎来生在人间呢？哦，又是搁在解说十二因缘。看的是对无明启动，一念无明啊，啊无明言行啊，行言实啊，啊就是安尼不断地言落去，一直到接触人间啊，啊有感受啊，有爱啊，啊都搁在地里甜落去啊，所以一直甜甜到呢，一世人来啦。那就是老病死，那
这老病死呢，嘛是阁是伫正面啊，遐个所做作的业，阁再大起啦，又是呢，同款是无明阁起啊，同款就是遮个行业呢，安尼大起，这个信去投胎啊，六立啊，等等，又是阁安尼，真呢，就是。因观十二缘，咱呢要安怎会当透彻了解呢？咱安怎来人生？安怎来？安怎去？啊，安怎伫迄个所在呢？延绵不休，那就是因为呢十二因缘，看看甲咱分析啊，咱也阁会了解啦。四体十二因缘，拢会当真清楚啦。那就是觉真体理，这个时阵，所有的道理啦，真体啊，这些道理，咱拢清楚啦。所以呢，叫做因果吼，因果的法呢，就是观十二。言，咱爱知影佛啊，是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啊。既然来了人间，伊就是爱随顺众生的根基，啊，摄种种方便，说三性法。所以，伊爱向声闻说四谛，啊，向缘觉呢来说十二因缘。也那是搁较悬的根基呢，那就是菩萨咯。这种大根基，唔是干那为自己解脱而解脱，也搁在要安怎样去给别人。更会当解脱，因为呢，菩萨伊所觉悟的，感觉世间遮尼苦啊，众生呢，安尼轮回不休啊，伊觉悟啦，伊知影，不过呢，是要用什么方法，甲家己呢真充实自觉了后，也可会当。觉悟别人，真诶！伫佛诶时代，僧团诶团体，都已经内底有三根啦，三种诶根基啊，安尼咧汇合，伫咧修行啊。有一天啊，佛陀伫啊结孤独完，伊伫正式诶内。对呀、啊，哦，有几位比丘入来，就来向佛呢，安尼讲，佛陀啊，现在呢，伫讲堂里吼，啊，有一位比丘叫做比夏起，伊呢，伫迄个讲堂啊，集大众。在咧说话呢，啊、哦，佛陀听到问伊讲，哦，比夏起，以什么目的在咧说话呢？比丘回答，伊呢，只是分享佛所说的教法，将伊的心得，甲大家人分享啦、啊。佛陀就佫问讲。大家人听了后安怎？大家真欢喜呢，感觉讲佛所说的法啊，在经过了比夏起的心得，甲大家人分享，大家人拢足欢喜的。
佛陀就讲啊，那安尼，伊那是讲完啦，你甲伊讲，叫伊入来静息哩，闭下去啊，讲完啦，来咯，向佛陀顶礼啊。佛陀就问伊讲：“闭下去啊！你真正拄只伫讲堂接待众，伫咧说话吗？”闭下去，闭口呢就讲：“是啊，佛陀啊，因为我听到佛陀所说的话，有四体十二言。”我真了解，我感觉欢喜啊，希望会当甲大家人分享。不过，我也阁希望人人呢，会当阁再发大心啊，将这种的心得，我鼓励大家人会当阁甲人人呢，互相勉励，互相分享。就亲像我所得到的欢喜，甲大家人分享了后，我搁较欢喜呢。佛陀，我安尼做，唔知对无？佛陀欢喜啦，赞叹啦，闭下去啊，对啦，你爱安尼，所了解的范呢，正确修入。哎，入你的本怀，入你的心怀去啦！从你所了解正确的法呢，去甲大家人分享，互人人将你的根基所体会到的呢，因呢，搁再去接受，安尼口口相传呐，彼此分享，安尼是对的啦。不过，真侪 BQ 也是对来咯，纷纷都搁到位啦，来到佛的正式哩，听佛的就安尼讲，所有的 BQ 啊，比下去，安尼的心得分享是对的哦，但是希望人人爱亲像伊共款呐，用心闻。法啦，甲法呢入心来了后呢，所了解的呢正确会法呢，甲大家人分享。唔过，大家人爱记着分享法啦，唔通用俗知俗见呐去批论，互相呢去鞭策，希望大家人。要用正知正见如法传说，唔通用世俗呢排斥批评，这些佛陀对这位比下去比丘，伊的肯定，这就是保护正知正见会当说法的人，鼓励伊爱多分享。多说法，警惕呢，在心念也未真正确的人，警惕因大家人，唔通批评是非混淆掉去。佛陀的时代，生活中的僧团呐，尽管佛陀用种种的方法，无同的根基去改教。有的人会离根离气，真紧就会当接受吼。那有的人还阁有听提着，这是伫迄当阵的僧团中的心态。四体十二言，大家人若了解了后啦，经文的内底又是安尼讲哦。
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，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成一切种子。这段经文哈，咱原来爱用心来体会，因为佛陀呢，伊所要教育的弟子，唔是干那教，知影我安尼来生安尼受苦，用什么方法呢？解除了迄个苦难，唔只是干那安尼念念，爱国在，人人发大心立大愿呐。所以用六波罗蜜吼，那这个六波罗蜜，因为呢，这大根基的人呐，认为呢，这种的苦，唔是干那我解脱就好，我应该呢，爱搁再求知求觉，搁再觉悟搁较侪咧，知影搁较侪咧，所以菩萨自在诸多。他菩萨的志愿真宏大呀！家己自度了后，伊还阁想要度他，所以佛陀呢就爱教方法吼，可以会当知影讲，咱要安怎度到彼岸去，也会当搁再度别人，一只小只船啊！敢那一个人坐到，一个人从此岸渡到彼岸，但是呢，佛陀希望伊会当家己到位去，同时一只船还阁会当带阁较济人到彼岸，所以叫做六波罗蜜。六波罗蜜呢，就是六种的方法，从此岸渡到。彼岸去，咱常常拢伫咧讲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咱也无用这六种的方法啦，要将这个初缘的生死烦恼，拢总解脱啦，实在是难呐、啊。因为呢，你了解了后，也阁是同款，伫初缘呐。也阁是伫凡夫的境界，凡夫的境界，尽管你拢了解啦，不过呢，有时阵啊，境界过来呢，还是起心动念嘛，所以必定呢，真正爱解脱，不是干那知影四谛十二因缘，你干那知，也阁也未正。的解脱，所以一定要过去，过到彼岸去啊！啊，干那一个过去，还阁无够，所以啊，咱要利用这个方法，自度也会当度他，就是讲到生死之彼岸，离开这个生死，所谈的生死呢，是咱的心灵的生死。是心灵的迄、那个生死意念吼，即种的即个生死啦。所以咱那会当六波罗蜜入咱的心来，咱开启咱的大心嘛，开始呢，心包太虚两周三界。那这种的开阔的心胸，从此岸而到彼岸啊，人人会当解脱。这呢，叫做到生死彼岸，安尼就会当过去啦。
证无上正等菩提哦，吼、哦，那无上正等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叫做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会当到家无上正等正觉啦，这个正菩提呢，自然呢，咱就得到一切种子，地就是分别地吼。一切种吼，所有的事事物物，咱拢会当分别清楚，这叫做一切种子吼，那万万佛果啦，这就是佛陀呢，说了四体法，甲十二因缘，为着要互人人呢究竟觉悟，所以以爱国在。说六波罗蜜吼，就是还搁在说正定觉的法。各位，咱人人啊，求佛法，唔通离开世间啊！离开世间呢，一生活吼，那就无什么佛法好修咯吼。所以啊，爱记着。众生啊，咱也阁是众生，就是感果为因，有了因呢，阁缘了这个缘呐、啊，又是阁在果，这种因缘果报不断地咧轮转呐，咱应该呢，爱好好注意伫日常生活吼，那怎样讲？一念无明生三世啊！安尼一这个行动呢，一直引来敌的未来呢，哈、啊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未来又是过去，又是未来，那这无有停息，所以咱必定爱在日常生活中好好自我警惕。佛陀的时代，僧团呢都有三种的根基的人啦。何况咱现在呢？所以会当互相分享正知正见，也无法度的人呢，都唔通用世俗观念呢，那批评生是非。希望大家人爱会当了解，人人爱多用心啊。